快，消息这么快，现在爆发什么？没有，我是宪哥，应该是最疼爱的员工了。然后因为我跟宪哥九年了，那他也有说，其实我真的在他身边蛮久，他把我当女儿在疼。那我觉得我也都年纪一小把了。而且宪哥的商品今天连上我们这里，对啊，买下。谁输谁输？快，消息这么快！现在爆发什么？没有，宪哥，我是宪哥，应该是最疼爱的员工了。然后因为我跟宪哥九年了，那他也有说，其实我真的在他身边蛮久，他把我当女儿在疼。那我觉得我也都年纪。一小把了，而且宪哥的商品今天连上我们这里，对啊，买小学念今天，因为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会来这里上架，对，所以其实是完全很 OK 的。他也是非常支持我现在做生意，然后有自己接主持、接拍戏，所以他其实完全都很支持我自己出来当一面，所以等于也是我第一大创业大老板，我已经前面都有经验，只是第一次出来当。自己的老板好像也蛮新鲜的，然后自己请经纪人，所以我觉得都是新的开始，让我生活当中多了很多的乐趣，才知道哇，原来宪哥当老板就是这种感觉啊，也蛮有趣的。我们现在业绩哦，已经超过去年了。其实我们今年应该会顺利达标啦。我们去年设下了18亿，压力很大，因为这个喊下去没有做到。会说，今年超过18亿，没有，已经超过，现在超过10亿了，超过10亿，对，就上半年超过10亿。